線で打ち抜かれて微かに触れた指で熱くなって。我怎么感觉我调完怎么设置我现在点这个东西都会掉帧呢？我这个 Steam 也关了呀。我刚才点这个图标之类的会有点丢帧的。勇士长存，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我感觉这队友要是送这边猴子大爷，敌军还有三十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！谁敢违抗我的意志？我不是不太感冒啊，我是晕三 D， 这会玩不了，知道吗？出击！像我上次玩法环也是打了一小时就打不了，你会伴随着头晕、想吐，然后会冒冷汗。更强的敌人，直接给你套上三个 debuff。再点了，那可以抓一下。保护忠良，我这万豪升三了，可以上。飓风拳呢？搞得他妈那么极限干嘛？我以为你没 W 呢，原来是留着 W K 头啊，小夫。我还怕他死了，去下了吧，他开 W， 我可以再绕一圈回去。这狗熊还没上线呢。我先开一次 W， 待会下一个又好，他 W 马上好了。他们没那么快的，而且他没血。我找些更强的敌人。又是25块钱，你个妈喽！一直来，一直来，来个提亚马特。他跟他闪现给了没有？好像没给的，因为我没出 EQ。我等他闪现再 EQ 的。他给了没有？他是第一波就给了是吧？应该是第一波我要杀他的时候给的。
小宝好像过来了。哦，不见了。马路就是马路，闪现了。这么想跟我 battle， 他太装了，确实和猴子克皇子的，但是那得建立在军事的情况下。他刚才已经劣势了。打完超松再训着蟹就好了。我先过来吃果子。感觉好像可以越，他要走了，把线断一下，这边先放个眼，免得有人过来。刚好这波线升六了，来来来，我扛我扛，这么凶吗？等一下蚂蚱过来，等他大招 A 一 Q A 二呢，这猴子在下呢，来个九的蛇吧，把蟹都买了，这个点差不多可以换扫描了。保护忠良，直接闪现一Q。
这狗熊待会可能会过来 AP 熊。六级的 monkey 先退一下，这就不礼貌了呀，骂喽。真的凶啊，原来是后面有人在，我就说他正常这么跟我打是纯送的。为了父王，先别急，等他急，他一没了他就死了，车肯定要吃的呀。他要吃他就死了，七级 monkey， 我们九级，而且马上升十了，直接 EQ 下去。他妈的，不好，怎么被他杀了？狗熊刚好过来了。这一套弄了我700血，他甚至连月塔给他杀，连大都没开，他妈的也死了。对面这样等于3 AP 啊，加卡了也有 AP。可以来双水银鞋子，德玛西亚勇士，我再打一下，我来了，碰一下，OK。我才发现100%参战率啊，马上14分钟了，每个头都跟打野有关系。追过来，帮他补点伤害能杀吗？你在扭什么？哦，他估计锁英雄了，他这个剑这一看就锁英雄，他点了半天没下去，锁英雄了就会点不到那个。板靴，先把焚天买了再出黑切吧，就猴子有护甲的。他已经没了，
奸邪。视死如归，就在今天。算了，这个狗熊有点危险。十二级的万豪才九级，感觉去了很容易送双杀。战斗之心，誓死方休。冷静一下了。直接过来杀小法，为父王。扣扣到了，直接 A 一下，再给他秒，大弹两个，一节，给他 A， 可以，全部拿下。再来个焚天，焚邪还是以前有燃烧宝石好，不会卡装备这样的。这单挑还是得这一套厉害，这狗熊拿了优势之后就一直单带，他这种优势不是团队优势没什么用，他这种优势不会滚给他队友。这个星石焚天打过了一波，他节奏就断完了，这种 AP 熊很容易断节奏。断一波节奏他就没了，队友都不在。德玛西亚永世长存，但是打大龙感觉有点勉强。
你怎么可能打大龙啊，老弟，你醒一下，你醒醒啊！肯定先杀人的呀，你什么装备打动大龙啊你？这件出影魔刀吧，1300刚好，出绿甲也可以，影魔刀最好，主要可以防那个小法的大，刚好他低血量一个二护盾全给他吃了。我拿有点装来弄他呀，你怕他干嘛？你一个应付，不知道这泰坦他跑什么，直接弄他就好了。这卡莎混伤了。他先开吃一部分伤害就行，对面就杀不了我了。大影魔刀1800，还差600。他玩个应付，这火男来他脸上，他老是不敢拉他。主要是我还在他旁边呢，给他打信号了。打算先把这卡莎秒，出这种战士装还是可以秒这个 AD 的。对上，顶不住，这技没伤害。我其实这波已经硬吃了一套技能，杀了一个了，有两个在守家。
没有成长空间了。德玛西亚永世长存，我边缘还是被晕了，稍微近了。这不影魔刀的盾没好，这盾多少秒？90秒，感觉想要他每一波好有点不太现实。我想要不要换个绿甲，这绿甲面板属性太少了。非要换的话只能换个败魔了。但是我这个出装生命值又没那么多，有点纠结。给我棋子拉断了。王广来一下，王广有没在？五杀了，五杀了，赶紧来一下。有没上班的王广来一下。主要我没有装备成长空间了呀，不是每一波都能一打五的。这要是能解锁一下七号背包跟八号背包，我觉得这把我就能把这个每波一打五了。这队友得快点长大，得有点作用啊！我最多只能再撑五分钟啊。万豪确实开的还可以，别给他秒，别让他有操作空间。20秒大龙，把下推下来，来点兵线压力，再去大龙，让他们来手下又死了一个人，打大龙翻一下吧。哎，我们在团队这会有话语权，他们去守下了，直接来打就行了。他们上路还死了，再拖一会儿人家复活了。现在打还来得及，再晚一点就来不及，好像已经有点来不及了。那得先杀人。太墨迹，该打的时候不打龙，不该打的时候又想去打龙。我这个钱要是能给队友转就好了，转不了啊。这个点感觉新石没死武厉害，
打到后期还是得来个十五，主要这个十五一打几的能力比较强，前提是你能打得过的情况。等我猴子直接下去给你抢，最好办法都等我来，但是我感觉这个静音不甘心，把冲锋条给他拉掉，回血，等我来。哎，这把有猪啊，这把有猪，他不帮他打了一半还打不完呢，还帮了他个忙。这把有猪头，这个龙白给对面拿了，或者叠满的话，这个盾应该刚好一千。这把最好杀就这个卡莎了，没护甲没血量，这个小法的话一个时光战也还好，盯着对面伤死一秒就好了。这最后一波看这个大龙跟这个巨龙，别去 A 那个野，坏了。还行，他没跑。我又抓死一个钟了，直接来开龙。这狗熊在下呢。来人先杀人，不来再打。先杀人，先杀人。这卡住，这卡他坐着、啊。这时候再回去打。万豪呢？守个家都守不住吗？他要来打断我。哎，真的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啊。哎呀，这游戏怎么这么难呢？现在他们其实听话一点就行了，前面听这个指挥来打这个大小龙就没什么事了，一直拖着一直拖着。你说这游戏合理吧？伤害最高的要输，伤害最低的却能赢，这合理吧？差了 3.5 倍的伤害，很不合理。这个劲狂喷。